给175级的号，阴曹地府，宠修没有满，有点四孔的装备，没啥事，兼职跑跑人环宠环，300环能给书铁，啊，战破，宠环，但是那是靠运气，宠环不是啊，宠环234分必得书铁战破，140-04制造指南书，大圣有旨150制造指南书啊，恭喜老板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啊。基本上300环，200到300环的成本就700万，700万得到一个150制造指南书，得啥都是赚。项链，哎呦我去，可以，没毛病啊。差不多是一个8-9千万，没啥问题啊。基本上剑书在大多数服务器是750块钱啊。老板戴上眼镜一看，全是编啊。还有希望老板得2个剑的。当时制造指南书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赚了一半啊，65%，这有点像女发掐呢，不叫女头啊，所以说即便女也不错，还有点像刀，有点像弓啊。来，兄弟们，公平来预判一下，我觉得是女一啊，这是150啊，兄弟们刺激不刺激啊？这他妈竟然看成个女啊！来看，接着看弓，头盔啊。头盔600多啊，还行，血赚300环得150，男头舒服。